你去找队长了，队长。Shocking! Why do you keep hesitating? My instructions were because they don't make sense. Killing each other like this. Who wants to challenge this sniveling Istark? 你杀他！21。True warriors kill. Quick, bloody, and a scream to curdle the stomach juices of Vlakith herself. Move him out of the way. We've wasted enough time already. 哇，这边好多经验值哦。为什么有个板子在？为什么板子？小安要不要送走了？拜拜，拜拜。他说：“除非你想要当练习目标的标靶，否则你赶快离开这里。我想射他，你就是标靶，感觉是个好人。没有，台湾有什么都会，他们太快到哎、欸。所以这边你要全杀哦、喔啊，但我是没什么意见的、啊。对你来讲，这边人就要全杀就对了。对我来讲、喔，是啊，因为我是 K 起的，反正如果开战的话，对我来讲，我每个都要杀掉啊。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你看，我先选五。演得太烂。Give it to me. No, then I will take it from your corpse. 还打还打，我还会招架哎。没错啊，也是打中他。我会再打一下。干嘛？什么意思？弄头、啊。他想被砍。来，时间多一点。完了，门没关，要全杀了。本来不就是要全杀了吗？三 D， 我有为三 D 血开自证斩吗？哎，你把他打掉了。然后在门旁边啊，他走进来你就可以砍他了。哎、欸。你要站门的另外一边，不是，他刚好绕开我反应区。哦。别打！我有人偷升级啊！谁啊？对啊，我不信任我的梦中人，我把他杀了，所有人都不值得信任。哎呀，你都有自己的利益啊。让我思考一下。反正你杀他，你也可以进去。啊、哦，那我可以全部都杀，这边杀一杀，梦境也杀一杀啊。修罗结局，当然是没问题。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哦。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哦。好、啊，不是，阿、啊、祖有个伙伴从九离开队伍了，什么东西？谁跑了？谁跑了？我不知道谁跑了。回营地，那个爱、那個，哦，因为你那个了，对不对？把他家干了。你有跟他讲原因，就把他家给干了。离队成一，我们第一个离队的队友。要赌吗？还是杀？没差、啊。我最喜欢大屠杀了，他好烂啊、喔，因为我没有办法升级嘛。对啊，真的升级。他现在裸体了。我们没帮他升级，不是他裸体问题，说他没有人帮他升级。拜拜。给我吧，没有。他没有虫虫啊，他虫虫，他有虫虫啊，每个人身上头上都有一颗啊，你要问他没？那为什么他没有虫虫？我不知道。妈，这句话没翻完啊，这块石板上的科文十分复杂，上面有一个通用。什么通用？讲清楚，说明白哦。讨厌话讲一半的人哦，像是那种。你说的对，准备受死吧。对，我的脑袋好了没？我刚没看呢、欸。我的永久减二感知了，太难过了，头坏掉。过了。An adventurer from Baldur's Gate who was infected with an illithid tadpole and seeks to be free of the absolute. But unlike anyone else in any plane, I know Blackis. 维拉基斯是谁啊？
他的女王。哦，那个伊斯扬吉的那女。你晚上把你杀了，可以吗？我是修罗人，全杀，要全杀，要全手。单枪吧，重点。我想好奇他多少杀了。这是什么？他对武真拿这把剑的意思是他想要让我降低攻击，是某种鬼气吧？让维拉基斯去见鬼吧。如果他想要你死，那就让他亲自动手。我有点听不太懂这是什么意思，是我中文太差吗？难怪可以帮我翻译哦。不要让维拉基斯来命令你来做这件事情啊！如果他在他死，他自己可以过来干他。哦，这是我的守护者嘛，都已经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了。我只想跟他抱抱而已。对，每个人梦境把他都讲不一样。可能他就是跟我讲说：“你去走吧，去找那个自杀什么神，至尊真神。”为什么我连梦境访客都不能抱抱？趁他们还没抓住我们，不会啦。抓住我们啊、哦？谁来抓我？除非小奈又变成那个僵尸德鲁伊。没了，那个太东西了，不是没了，怎么死光了、啊？对啊，笑死。所以他还是原谅我了吗？是来抱抱的，结果也没有抱抱。对，我还没给那个人蛋呢、欸，我等下去给他蛋。稍微讲一下，这边第一场第二章，所以他会嗝屁是吧？你选错了，游戏就提前结束。你要他就自爆是不是？对啊，第三章都不用看了，这其中一个结局自爆结局，去给你蛋蛋，存个档吧。他给你什么？你想知道他给我什么吗？嗯、他给我449块，那不然我跟他讲话，你偷好了。他这都已经没什么东西了。然后、啊、我们长兄过来，他就回来了，没差，我不想偷，他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偷。然后我把蛋偷回来了。